残涛，歌舞安上奏。识唱一齐唱啊，唔该。咁咩嚟噶？咩年代啊你？火红嘅中国心啊！我哋啱啱系啊，我又飞啦！喂，系、啊、我有个亲戚啊，沟条女系空姐嚟噶。我系拖劫啫，唔好成日都话坐飞机啦，坐高铁都系拖劫噶。依家嗱，我哋越玩越切啊！今次咧，连呢、這、一个诶、东铁咧都冇得坐，我哋行皇岗啊！哇，十几年前咧，我同我第一条仔咧喺皇岗咧廿四小时通关落嚟嘅时候，仲系邋邋遢遢人烟，即系。诶，嗰个成语点讲？死啦！翻大陆多咧，连成语都唔识讲。唔啊，咁啊，唔识讲成语唔紧要嘅。成语动画廊。不过猪队友咧，哇！对上一次行黄冈可能都系七年前。总之一定系未识猪杀之前。七年前你成年未啊？黐线啦你，毛都白晒啦。咁好啦，咁嗰阵时咧，猪队友都枕住都有上落深圳嘅，因为当年咧，猪队友都仲有个中学同学咧喺深圳嗰度咧就揸中港车，啊都唔止七年啦嘛，都十二年前。男定女啊？男嘅梗系，之后咧佢仲成日力邀啊猪队友咧咁啊上去嗰啲咩保税区啊嗰度吃喝玩乐嘅，因为保安区啊傻仔。保税我唔记得咗啦，咁咧因为佢系揸中港货车，咁当年都仲系一个港产嘅火车尾啦。咁咧啲女仔知道你香港人咧，都会哇正啊！嗰个年代都仲有嘅。咁我最记得阿朱队友同佢一齐咧，咪经常带我喺皇岗出入啦。咁朱队友有一次咧就玩完，咁啊翻嚟香港谂住瞓个觉，第日开工嘅时候一上个皇岗巴咧，朱队友不其然咁讲咗句：哇，咁大阵 condom 味嘅！之后我放眼望落去，全车都系男人。哇！我仲试过咧，讲又讲，唔讲又讲啊！我试过同我妈咧行嗰啲，即系坐巴士上落啦，有个男人喺我前边啦，系咁讲，即系当然佢唔系同我讲啦，但系好明显佢系自己扮讲紧电话，我唔知道对方有冇人听紧佢讲嘢啦。佢系好巨细无遗咁讲佢叫鸡嘅过程咯，但系好明显佢系想讲俾车里边嘅每一个女士听咯。然后佢系描述嗰啲生理器官啊、生殖器官啊，同埋吓拼唔拼啊、粉唔粉啊，佢系嗰阵我记得我十几未够二十岁，我知道嗰样系一个唔好嘅事情，但系我又唔识得出声夹佢咯。咁啊唔需要出声夹佢嘅，喂，咁其实讲真啦，有啲人就真系好喜欢烂达达嘅自己，即系会将自己咧专登搞到好似。总之烂达达啦，污糟邋遢咁样咧，佢觉得咧好嚣好 high 啊，好威啊，好享受啊。但系我谂时势逆咧，呢、這个年头呢、這个年代就可能就冇咁多，或者就冇咁明目张胆啦。因为始终想当年咧，国内都真系啊百花齐放，系咪先？叫鸡啊，百花齐放。系啊，咁依家咧，当年梗系仍然都有啦。咁啊，有人嘅地方啊，总有黑暗嘅。问题就系转咗做地下咯。嗱，洗牙咧就可以即时话俾你哋听，我唔屙拉过唔过剂，但系咧嗱，今次咧我系冒住呢一个十级危险嘅风险咧，系帮大家新鲜试质去试呢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impossible mission 啊，系啦系啦，差唔多系咁啦，系嘛？大家都系知啊，我半桶水、半吊、半桶子墨水。咁啊，之前咧我咪话咧，想阿朱队友咧做呢一个小白鼠，做呢一个小强，去新鲜试捽，去东门地下街嗰度咧试下人哋嗰个激光点字掂唔掂啦。咁啊，今次咧我就水咗另外一个白老鼠啦，就水咗咧一个亲戚啦，就去点一个油啊，一个我谂。波子咁一半波子咁大嘅油啦，瓜子啦，系啦，好大嘅，仲要系有时痛添啊，有神经线嘅。咁佢咧又好想点，咁我话喂点啦点啦，喂即系叫油啊嗰啲，拱人落火坑嘅，唔需要犹豫噶嘛，系咪？咁但系咧，我拱咗佢落火坑之后咧，我自己啊吓。唔抵得喎！哎呀，點不知我自己跳埋落個火坑度，我未等到見到啊豬隊有個 result 咧，我就啊死啊死啊，眯埋眼蒙頭入閘就嚇瞓咗喺嗰個手術台上邊咧，就點咗一粒痣，然後一粒斑，兩粒好細好細嘅斑。喂，大家都知啦，係嘛？女人大咗最驚咩？梗唔係下垂啊，下垂都驚，又鬆又下垂啊，固然之驚啦。最緊要係斑啊，斑！佢最中意同边个玩游戏啊？梗系同老人啦、啊。如果唔系咩叫老人班？老人班。所以咧，我就吓使咗大喇喇50蚊人仔，劲啊咧！就吓点咗重科，重科系啦，点咗呢几粒字啦。咁啊，
佢當然叫我三日唔好濕碎啦，但我而家已經個頭髮腳濕住咁樣同大家錄音啦。咁啊，唉，即係而家呢個天氣，你叫我三日唔好濕水，我驚我出屍油啊！喂，依家每日都三十幾度啊，大佬出油都有份啦、啊，唔好濕水，唔好玩啊！即係好似我上次點完嗰幾粒蜜之後，佢都嗌我唔好食豉油，唔好飲咖啡。喂，大佬啊，咁你香港都話即係可以忍到話唔好咁濃味啊啲嘢，你翻親國內食親所有嘢都係重辣椒、重老抽噶啦。咁點避忌啊，大佬？嗱，咁啊，朱隊友咧本身咧佢唔係同我一齊翻嚟嘅，大家知唔知道東門近邊度啊？近向西村。我屌，唔係近啊，東門啊，係喎。即深圳裏面好多地方嘅，其實深圳都好大嘅。啊，本身咧，阿隊友咧就嚇火屎滾滾啊，同我講話，喂，星期四我約咗成班 friend 啊，重仔重仔，我話咩仔啊，咩仔阿姐未見過啊，佢就俾相我睇啦。即嗱，當然啦，係咪個男人一聚首啊？大家就便知有沒有，仲有啊，即唔怕大家失笑啦、啊。喺呢一個星期嘅開始咧，即人哋一朝之計在於晨啊，係啦，差唔多都係咁講。我即係而家情緒太 high 啊，完全未翻嚟一個精氣神。我見到阿朱隊友咧喺個廁所滴兜咗好耐，咁我見到咧個廁所咧有啲浮油物體，我細心一看，細味人生品味有沒有？我就咩嚟嘅咧？唔通嚇即係有嗰啲咁嘅餓仔餓蟲喐下喐下，有啲蜈蚣咁樣。哦，原来是毛，闪电毛，仲要是有烟毛。我心想你男人老狗，你下面剃毛，我就闻到有异味了。唉，黐线噶，仲要啊，佢啲 friend 话，哎呀，成班男人上去玩，梗系唔带女人啦、啊。哎呀，咪傻噶！嗱，首先咧，朱队友不嬲都有修毛嘅习惯嘅，系咩？哇，假底毛都有剪开嘅，咁。即姑姑毛咧，都一定會定期剪嘅，因為始終太大熱天時啦，你噏住其實都臭啊。其實你啲嗱，我唔知道你某啲位係咪有人complain咧？唔係，其實某啲位咧，就算你點樣沖涼都好咧，即都可能會有陣味啊。咁啊，朱隊友都覺得哇，好熱好焗啊，可能荷爾蒙嘅茂盛咧。咁定期朱隊友都會修剪全身上下所有毛。你咪學周杰倫咯，唔著底褲咯。咁啊唔得，唔著底褲打腳噶嘛。每個人嗰個啊長度不一啊，佢唔等於我，佢唔打腳啫，我得個砰砰聲啊。人哋生幾尾啊？生幾尾咪生花柳啊？嗱嗱，你唔好咁講嘢啊！我一講姜圖咧，一講嚴明兄就瀨嘢。你講周杰倫，你真係未死過你。我冇講周杰倫啦，我唔知講邊個。你講啫嘛，你開名啫嘛，幫都唔會開名嘅。咁啊好啦，我哋講下呢個開名嘅啦。嗱，噔噔噔噔，成個老襯。喂，黃心穎結婚喎、啊！嗱，呢個世界上咧就嚇，即係唔好做呢個道德判官啊！每一個人年輕嘅時候都總做過啲荒唐事嘅，搞人哋老公係嘛，亂搞男女關係喺架的士裏邊含啜奶吹損，咁我哋後生都嚇誰人冇過咧？誰人冇做錯咧？咁而家佢圓滿大結局啦、啊！但有啲人咧又話嚇，佢好似阿好勝 Gigi 咁、啊，佢係專登咧揀喺阿。马明同阿靓汤结婚之前，佢同阿黎掹签咗字先喎。我要威俾你睇，我要赢你啊！仲有啊，我系带球架噶。吓咩叫带球架？带住个肚啊！哦，系咩？好似你嗰个 Jumbo 咁啊，阿女神 Jumbo 啊！咁劲抽，即系有馅，即系俾人中出啦！喂，大佬，真系你谂下，黄心颖、啊、神仙都企唔稳啦。我最记得加藤已经讲过噶，佢咩靓女咩大波咩身材好咩44寸长腿咩未见过咧？佢讲过咧，当年接受 ATV 访问咧，佢讲过一句，佢话佢边啲女仔，佢有一个女仔系好记得，印象咧系不能够永远刻喺脑海。佢就话一个好斯文、好即系点讲咧，正常啦嘅素人人妻，突然间咧同佢拍戏嘅时候咧一。180度大转变，超淫贱，嗰、那个嘅矛盾咧，系令到佢哇久久不能回味啊！哇！喂，你睇下黄心颖同你揸住只手喺度唱紧吓，死啊！佢同阿许志安唱一首歌，唔记得咗咩名啦。虽然我系许志安 fans， 安你个头，然后无啦啦咧就手下伸下伸下，哎呀
唔觉意，我跌啊，我跌啊，扶住第二只脚咁样，哇！你真系，然后个口又嚟啦，点招架得住啊？之后只手又嚟啦，啊！你惊唔惊啊？我冇惊过，咁冇人会跌落我度。狠狠地惩罚佢，扮佢。喂，依家成日冧石屎，不如惊下行街俾石屎跌落我度好过啦。系喎、啊，吓、啊、你又讲冇有错喎、啊，但系咧阿黎掹咧就俾好多人笑啦，话佢系呢一个吓、啊、未来嘅绿帽侠啦，应该系叫佢去好莱坞拍戏啦。佢曾经咧系有过一段婚姻啦，佢而家系个 status 系离异啦。当年咧，佢系有一个已经系谈婚论嫁、肯陪佢食老麦嘅女朋友噶，为咗一个叫做肯陪佢食老麦嘅女朋友而娶阿黄心颖，咁我就唔知系喜定系悲啦。咁希望吓，我觉得又不能够咁讲嘅。有啲人生咗小朋友咧，真系会修心养性噶。咁我觉得英雄莫问出处。暗癫暗丧玩得再疯狂的人咧，都总会有啊修心养性、修成正果的一日。就正如啊，穷凶极恶的人都总有放下屠刀的时候。问题就是睇下你有冇呢个缘分啦、啊。冇，如果你有呢个缘分的话咧，咁就真系祝你，真系为你开心啦。冇呢个缘分都唔紧要。咁啊，亦都系当上咗人生美好嘅一堂啦。嗱，猪队友咧，人生咧就有三件事，咁啊，梗系唔系升官发财死老婆啦，因为咧佢前面嗰两件咧未达成咧，咁第三件都唔会愿望成真。但系咧，佢有三大嘅心上人喎，第一个就系林明晶，第二个就系林湘，仲有一个系边个？梗系大大队嘅 DJ Soda 啦。喂，你个女神唔掂喎，佢一扑落班架仔嗰度。俾啲牙仔系咁搓圆、揿扁对胸喎、啊，唔惊咁啊？坚定流嘅先，好明显系流噶啦。喂，流嘅冇所谓啊，流嘅抗压性好强噶，人哋呢啲吓出厂之前系有做呢一个 QC 噶。问题就系、是、即系觉得唔尊重咯，但系其实讲真的，喂嗱，我想摸你只手臂，点不知道你自己侧咗一侧，我就摸错隔篱啫。即係講真，呢個年代，好多女性咧都會攞性感啊、健康性感啊，我都唔知點解一定要歸入健康性感就唔係鹹濕，你咪黐孖筋㗎，你唔性感我點健康啊？係咪先？咁啊，問題就係出席啲咁多人嘅場合咧，其實好似之前嗰排啦，喺外國一個網紅話送 PS5 都搞到暴動啦。更何況你嚇、啊、打大咁好雙魚情咁易人扭嚟扭去嘟住個嘴喺度食腸飯又食魚蛋咁樣，喂去到啲地方咁人哋見到你摸你兩下，我覺得真係預計之內嘅喎。你話人哋冇素質，咁你冇得預計，每一個人都一定係好人嚟嘅喎。實有啲啊嗰啲咩嗰啲手精俠啊，即係同你握手會啊，握完手之後隻手好多精脈落你嘅手度嗰啲咧，即係。一定有啲人存在噶啦。嗱，变态佬咧就唔需要多讲啦，周围都总有几件啦。但系而家呢一个传媒嘅风向都系偏向仲咸。我而家打开个香港01，哇咩啊？自然系女子日本旅行，亚韩林影辉浸温泉，中门大开。哇，嗰、那个咁嘅八字奶真系哇！我見到啲收視砰砰聲，隨住我嘅血壓飆高而隨之飆高。另外咩戀愛 pat pat 都有個大波妹喎，梁文慧。基本上咧，而家咧有少少叫做肉地嘅咧，就打開個心口做招來。咁你好難話啲男人隻眼亂望嘅喎。仲有17歲嘅詹天文，佢唔係呢一個星夢傳奇出嚟嘅咩？喂 ，Gigi 就行呢一個內地康莊大道3個月，揾500萬先至。去开学，佢竟然要翻内地水上乐园拍呢啲水著嘅时候，嗱，我唔知佢系拍戏定系点样咧，定系自己玩啦、啊。摆咗上网之后，又俾人哋系咁传，喂，17歲健康性感就算啦，唔好吓攞呢啲咁嘅点讲啊，盐落墨咁重咯。我觉得詹天文唔系应该行 sex 路线啊，话根本上个。整个社会的风气、啊、或者个潮流嗰个风向都是趋向呢一方面的啦，近年都、啊、不过算啦，其实呢些风向呢由猪队友可能
BB 仔嘅時候已經吹到今時今日㗎啦，只會係越嚟越性感同越嚟越暴露嘅啫。咁啊，以前叫做唔好話隻手仔啊，好似迪波拉年代嗰啲鹹片，我都有去細味過。究竟驚為天人嘅迪波拉當年啊，即係當年佢驚為天人嘅美貌係可以點樣可以剪壓咁多廣大嘅市民呢？哦，原來就係手拖手兩條麻甩，一男一女手拖手喺郊遊嘅時候唔著衫。之後入到間房咧，就準備錫嘅時候咧，就影住只唔知騎馬公仔喐下喐下喐下咁樣，就叫做三級片啦。哇！咧今時今日呢啲小兒科啦，所以時代會走，時代會變，會演變，會進化。哇！可能到我個仔個年代，基本上可能唔著衫已經滿足唔到大家啦，需唔需要刮啲內臟擺喺度稱下有幾重咧？喂，咁我想問咧，如果你係許志安，你會唔會唔開心？點解唔開心啫？哇，唔係食過，唔係 dab 過，除非嗰晚冇 dab 到，之後諗住下次再 dab 嘅時候穿咗煲啊，鑊啊孭曬啊，又要跪玻璃，條女冇得 dab 啊，走咗佬，俾人搞大咗，就話唔甘心啫。如果係有 dab 過嘅，我覺得 OK 嘅。喂，唔係喎，學你個 friend 話齋，其實咧俾隔離嗰個發現咧，只能夠怪自己唔小心嘅啫。你學我，俾我 friend 話齋先，成日都學我。嗱，開名就唔精神啦。可能我有啲 friend 嘅老婆女朋友聽我哋嘅 channel， 咁我所以可能佢就會自己對號入座。死佬啊，咁多嘢話齋，冇人翻嚟幫你打齋啊！冇人聽嘅呢個 channel， 自己講自己散啦。啊！呢度讲呢度散系咪？我哋呢一个系喺国安法保护噶嘛，我哋好安全嘅，所有嘢都。咁你嗰个朋友都话啦，今次俾个老婆发现系咪啊？写晒嗰啲咩忏悔文啊，以后唔会点点点啊，咁吓又改电话号码又。所有社交媒体 block 晒啦。系啊，咁但系佢话。唔好玩啦，仲要纹身啦，纹一家四口嘅背影啊，好似系。背影，哇！大佬，我点知系我定佢啊？咁又大又细，又老又嫩嘅。咁我冇理由闻到老婆个车头箱喺个心口度噶嘛，咁啊明明有啲哪个？心口啊唔需要啦，龟头应该有一对嘅。龟头纹变色龙啦可以。咁所以咧，男人喂信佢一成双目失明啦，男人有乜可能唔玩啊？除非即系。唉，我都唔知啊！你有冇玩我都唔知啊！我希望你零零星星，唔系唔玩啊，系醒目啲，唔好俾我发现咯、啊。唉，我发现咗影响我个仔啊！边有时间？边有金钱成本去玩啊？本身诶唔使钱噶，有啲女系唔使时间陪噶。我知道咧，我有啲 friend 咧，有啲 SP 咧系平时唔会 send message。一 send message 咧就系约时间，两句起三句止得唔得？几时边度等 ？OK 出到嚟，拜拜，一样唔需要啊！哎呀，平时沟噶吓咁样噶，系噶方便嘅咩？讲到好似黐线啦，外卖一扑门，哎咪兜系啊，走叮一声就走噶啦。仲有啊，我个健身教练啊同我讲啊，佢话喂阿姑，你哋而家呢啲咧真系收得皮噶啦，而家啲靓妹好玩得噶，根本唔需要问你咩生辰八字姓甚名谁，一出到嚟 dab 完吓，你仲揾我啊？你唔好再揾我啦，琴日嘅嘢琴日过噶啦。哇，好型噶，咁健臭，梗系啦，可以系咁受伤害。你啊，你受唔受伤害？俾人摁断我唔知啊，大佬。就系、是、我啲边人理啊，中老年人。嗱，俾唔俾得起40,000蚊家用咧？你自己执度过先好行啊。咁啊，俾唔起啊！当年啊，知道有识条仔女啊，哇，好靓，好似 mix 啊，但系人哋个老公俾40,000蚊家用啊。唉，咁关我咩事啊？唉，人哋有人哋嘅。叫做咩啊？自由天空翱翔，我有我地上攣住行，系咪先？点有一同啊？一同啊有啊，二索啊，不如。好似朱导今日本身咧，就约咗啲朋友咧，就翻去深叫鸡玩小型赛车啦，同埋食饭吹水。咁啊，不断去同朱师奶斗争啦，由俾与唔俾之间，亦都有牵涉到屋企人出嚟，又话帮手整下啲大陆户口啊，又话要脱呢样，又问嗰样，又搞呢搞路。咁到最後咧，啲隊友都係去唔到見啲老友嘅，咁啊，真係覺得深表遺憾啦。咁啊，唯有希望下一次咁啊，再有呢個機會啦。咁係點啊？就係食下飯啦，喺香港。咁我使唔使向西村幫你租間屋？咁啊，唔使向西村依家都你帶我去過啦。哇，真係講真的。
如果唔係朱師奶帶朱就有見識，我啊真係唔知道向西村喺嗰個位置同埋咁樣嘅喎。唔講又講咧，一定要講啦。當年咧，我第一個男朋友咧，咁我仲喺外國讀書啦，咁我翻嚟啦。後屘咧，咁當然係維繫唔到啦，因為我淨係暑假寒假翻嚟啦。咁我俾我發現咧，佢喺向西村咧就揼斜骨，就溝緊條女，黐線嘅妹妹都冇未入。然后俾咗皮几嘢，当年啊，讲紧系皮几嘢条女，条女仲有个仔噶，冇老公噶。但系咧，喂，我呢啲咩女人啊，梗系癫噶嘛。我系去嗰度搵嗰条女，仲要一齐食早餐，咁啊讲下倾下，啊姊妹姐姐妹妹啊，哇，嗰条女个波咧，正常西柚大家知道有几大啦。嗰条靓妹咧系矮我个几头，但系咧大过个西柚一个波。然后我同佢买早餐嗰阵咧，嗰啲男人咧。Holy cowboy， 点解可以咁大噶？我终于明白点解我条仔咧俾咗皮几嘢啦。喂，妹妹娶未问过，掂都未掂过，分分钟。系啊，佢话俾我听咧，佢净系压住人哋喺个墙嗰度企喺度，我两个，然后咧攞个神棒喺度磨个妹妹门咯。企喺度啊？敲门啊？系啊。唔系黐线，嗰啲按摩嗰啲地方，就喺向西村。咁佢唔做殡仪馆嘥晒啦，帮人哋剥木鱼喺度，做南磨佬嗰啲啊。嗰条女系会开门嘅芝麻，但系你俾嘅货嘅金要多咯，要即系、就是、要做榜一大哥先开门咯。不过一个喺向西村咧，又有之后都有同啲同事又讲起呢样嘢啦，话哇我终于见识个咩叫向西村，又污糟又邋遢啦，又黑咪掹啦，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啦。边度黑咪？即系条街啊，嗰样嘢，我觉得同一般我接触现时嘅深圳都有啲落差嘅。咁咧，朱迪又有啲同事咧、朋友啦、啊，咁样都有得讲下。佢话哇，唔可以唔提起当年嘅向西村。佢话点解向西村咁出名咧？系二奶村啊，或者系嗰啲以性爱命名咧，就因为原来啊，想当年好似系所有喺可能湖南、湖北啊、湖四海落嚟嘅。妓女咧，小華就會第一站就喺向西村落地先，之後咧咁喺好多唔同嗰啲可能休閒會所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黃賭毒嗰啲人士咧，就會向西村度咧揀卒啊、揀馬咁樣啊，就會揀去自己嗰、那個所屬嘅休閒會所度做嘢嘅。所以向西村之所以咁文明，係因為佢嗰個出貨量咧係好新嘅。同埋換得好快，因為啲人一嚟到可能幾日咧就走噶啦。仲要啊，有處女玩啊！大家唔好唔信啊，以為咩香港14歲靚妹上酒店，哇！點解啊？道德淪亡啊！喂，大把啦，大陸仲有啊，玩嗰啲咩空中飛人啊！即系嗱，你條仔咧就大字型攤喺張牀度，然後咧有條女咧就綁住喺你而家頭殼頂嗰盞燈嗰個位，然後咧佢就翹麻花繩咁樣卷麻花咁樣翹，然後你一放咧。佢就旋轉咁樣飛，即係好似雜技團咁樣咧。然後咧個口啊，梗係擔住你粒龍筋啦。然後你叫嗰、那個嗰、那個咩肥死咗嗰個肥仔叫做托也哥啊，定係托哥啊，定乜鬼嘢？渦輪高速吸絕啊！哇，講到好似一部機器咁樣喎、啊。我啊未試過啦，我啊好想拜師學藝。哇，係咁。仲有啊，人哋嗰啲手法咧，係一撳你嘅唔知邊個穴位咧，你哋啲男人點忍都好啦，即射秒射。這個、呢個咧就朱迪又當年開嗱嗱嗱講真嘢啊！電影嗰陣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四仔旅行團》《三仔歐洲團》咁，其中一個劇情咧就講一個好喺套戲入邊咧，《四仔旅行團》就喺套戲入邊咧係主宰住鹹濕啊、淫賤啊、低俗嘅一個、鬼仔，我啲 friend 嚟噶。咁最後咧，咁佢就。周圍流程啦，就去到旅行啦，咁去到一個地方咧，就想嗒個姑娘護士，佢就走去捐精。咁之後咁好啦，入到房咧，佢又諗住情挑個護士嘅時候，個護士就望住好嚴肅啊，微笑咁樣戴好個手套就跟住腳板，即係趌起啰柚，一隻手指懟落去咧，就令到佢哔哔哔咁就捐咗精啦。之後咧，從此咧，佢就愛上咗呢個好似叫前列腺嘅一個。擠壓，原來真有呢樣嘢嘅喎。原來咧，你撳即係肛門入邊有冇個位咧，係會令到你好極度興奮之後就哔哔哔嘅咯喎，忍唔到嘅喎。仲有啊，如果唔係點解咁多男同性戀者可以喺通過呢一個肛門嘅摩擦獲得快感啊？因為
真係有技巧㗎。大家要打開呢一個知識嘅大門，嘗試新挑戰啦。誒，但係知道最近咧，咁又睇 YouTube， 突然間 YouTube 又唔知無名 ，YouTube 有啲鹹濕嘢嘅咩？就突然間出咗一啲片咧，就係一啲女仔喺度自己講解一啲啊，可能性嗰方面嗰種嘢啦。咁之後又睇一睇又望撳一撳一撳一撳，聽佢講乜嘢啦。即係原來咧，嗰個講下佢又喺度尋根啊，講起點解會有光膠呢樣嘢？誒，原來就係當年咧啲人啊，佢唔想生小朋友，但係又避孕套嘅技術未有成熟嘅時候，或者冇咁易買到啦。始終外國啊，山卡拉你都知啦，可能隔離個鄰居住隔離座山嘅。咁點打招呼呢？咁學個學買嘢，咁咧就演變到咧，咁啊唔需要小朋友，所以就演變到走後門啦，咁樣咯。想咩事啊？哦，咁啊，辛苦你啦咁。等我幫你啊！呢啲粗重嘢等我嚟啊！咁唔使啦，我唔想，我唔想我個，我唔想我個後門為你打開。喂，人生總有第一次，係咪？好醜都要見家翁。咁啊唔使咩家唔家翁啦，我同你都咁熟啦。咁啊好啦，今集讲到呢度啦，我继续睇我啲大波波相。喂，我好想知道咧呢个香港小姐2013嘅选举咧，嗰个大波波赢唔赢？我觉得佢会有前三咯。吓，咁啊好难讲喎。香港小姐不嬲都俾人觉得黑箱作业同埋吓识边个啊嗰啲噶啦。喂，因为佢太大队啦，真系太难唔系呢一个即系当头大热啦。喂，徐淑敏都冇前三噶，咪又系俾人埋一单。不过其实讲真啦，我谂去到任何时间都好咧，真系有奶便是娘呢一句系真系真。我相信任何男人都一定系会如果有得拣啊，都系会拣大波咯，唔会拣冇波。嗱，大多数男人系中意大波，但系我真系有识啲男仔 friend 咧。佢中意細波、微波、細雨。哦，咁呢啲真系唔同人有唔同口味啦。喂，嗱，俾你要唔要魏晨曦？魏晨曦啊？要唔要？要。我个人系好肤浅嘅。玩咩？系咁扮佢块面啊？打佢！唉，唔好啦，唔好啦，呢啲唔好讲啦，呢啲唔出一街嘅。嗱，讲粗口添。最尾讲啊，黄心颖定郑秀文？咁讲真，当打连读嘅。当打的年代郑秀文，我觉得是剪压黄心颖。你觉得郑秀文会在个的士度系咁抄你47次？但系当打舍不得你嗰时候，郑秀文真的很我舍不得你会写你47次。黄心颖真的行开啦，我真的咁讲，现实啲讲句，当年舍不得你嗰阵时嘅郑秀文咧，小队友朱队友都仲系记得自己系读小学，哇，真系正到无伦啊！知唔知啊？我到依家一响起舍不得你个音乐嘅时候，我都谂起郑秀文，想当年嗰个烈焰红唇，嗰时系有肉地嘅郑秀文，唔系依家咁样，唔系依家咁样噶。嗱，我唔知道，我今年18岁嘅啫，啊，大过严明熙少少，唔细。我喺 YouTube 睇翻噶咋，我呢个 show 嘅时候都仲有 YouTube 嘅。今集完啦，拜拜。